三藩市 Hayes Valley 有可負擔租賃房屋的輪候名單現正開放申請，公寓位於 Fell 街333號，現在有開放式至三房的單位，開放名單接受申請，最低的月租是680元，而最高是1421元。申請人的年收入方面，一人家庭不得超過67,740元，二人家庭就不得超過77,400元，三人家庭就不得超過87,060元。申請的截止日期就是2月14日下午5時。而家喺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嘅精彩节目。三藩市湾区嘅观众可以透过 KTSF App 或电视收睇，其他地方嘅观众可以透过 SBTV App 或上网 sbtv.ktsf.com 收睇。